名人赛书房，则现在来到了这个富米江江太宇的这个书房哦。我看到这本书有趣了，李昂老师的《睡美男》特别重要，特别重要。李昂老师说他是因为我的关系用 model 来写这一篇。是哦，哦太可恶了，他怎么没有用我来写？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像曹生哦，琼瑶阿姨的书。我也是看琼瑶长大的。